克力家。哦，他一说卡片，我就知道是什么了。什么呀？你们看好吗？这就是大特力家的卡片吗？嗯，迪迦和特力家，这个不够大。看这包，银河维克特利奥特曼、机械艾斯、梅比特、泽塔奥特曼、梦比优斯奥特曼、黑钻卡摩格究极大蛇。哎，黑钻卡特力家奥特曼，你们看。原来是这个大特力家呀！哎呀，不是，啊，不是大特力家，大特力家不是这个样子。嗯，哎，不是这样子的，那个特力家还不够大吗？不是，不是，还不够大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我再给你找一个大特力家。嗯，好吧，快点。你这脸变得可真快。这不是什么大特力家？我哪知道？我这不也得一个一个找吗？哎，看这包，哎，尔卡斯透明卡，哎，这个特力架够大吗？你们看，这个欧尔卡上面的特力架就非常的大，确实很大。到底是不是这张啊？哎，是不是呀？哎，是不是啊？你的黑钻卡特力加不够大，我的欧尔卡特力加也不够大。哦，怎么了？那两个不是，那肯定就是这一张啊。哎，你看这包，哥斯拉王、阿贝尔、泰迦奥特曼、欧布奥特曼、阿古茹奥特曼，哎，永恒闪耀特力加签名卡。这个签名卡，永恒闪耀特力加，是不是就是你说的大特力加呀？签名卡。哎，怎么样？这张是不是大特力加？当然啦，必须得找一个等级高的特力家。S 尔卡风马奥特曼、S 尔卡盖亚奥特曼、尔卡维克特利奥特曼、特力基奥特曼、戴拿奥特曼，哎，紫色机皮卡特力基奥特曼。你们看，这个就是大特力家了。哇，原来就是等级高的特力家呀！那当然了，这还用说吗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这不是大特力家。什么？又不是？到底什么是大特力家呀？特力家，找到了，这个是不是大特力家呀？是吗？